我回来了，快撤！杨群，队长，他们回来了。队长，我们可回来了，大家都快急死了。方副官呢？ 哥哥呢？我哥哥呢？ 抬起头来看着我。松山的陷落，令我20000名大日本皇军士兵玉碎。中国军队恢复滇缅公路已成事实。天皇和军部极为震怒，责令速将此次战役失职的有关人员送回东京，交军事法庭审判。五叶康弘。 从现在起，恢复你第18师团师团长之职，迅速整理残部，绝地反击，夺回我们的主动权。你们都听清楚了吗？哎，日军近日已将大批的细菌武器运抵露西，不日准备转往战场使用。这种武器将会对我军造成无可估量的严重杀伤。一旦敌人这个阴谋得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自命令你部不惜一切代价。 我可以不提，但这绝对是一个噩耗。在这批武器离开露西之前，我们必须全力阻止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的任何行动。全力阻止？为什么要全力阻止？中国有句成语，叫做“请君入瓮”。 请君入瓮。
姐，你看谁来了？是二姐夫。这。好一群英姿飒爽的女骑兵啊！下马。哎，把你们二姐借我几分钟行吗？哟，借什么借呀？我二姐的心早就飞到你那边去了。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？我当然想听真话了。那我的真话是，我想你了，非常非常想。看你。是你让我说真话的吗？我也很想你，真的。这段时间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。怎么？不就是根据延安电报的指示？查明那批细菌战武器的下落，并将其销毁吗？不，我们的计划改了。改了？你有什么打算？属下认为，这是一个剿灭共产党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的最佳良机。你又打算诱敌人上钩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一套愚蠢的把戏，使我们屡战屡败。你现在又在打皇军扭转战局的这批秘密武器的主意了。谷野康弘，你有几个脑袋能担负得起这冒险失败的主要责任呢？如果秘密武器一旦有个闪失，你将是大日本帝国的罪人，你是天皇陛下的逆臣。总司令官阁下，